原标题：70年代末充满活力的南宁陵，水里嬉戏的女孩，粗犷追求艺术的文青南宁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，在70年代末的时候，面积为750平方公里，人口53万，位于北回归线以南，年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，处的典型的亚热带气候。那时候的南宁充满了活力，中江穿城而过，人行道上的棕榈树颇有南国风情。70年代末民主路上的风景展开全文，在陵水里嬉戏的少女。陵水共有9个泉源，其中水量最大的被称为龙口。当时广西艺术学院里正在练习苗族舞蹈的女学生，广西民族学院里正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知识的一代青年，南湖公园里的中草药园里面种植着各种中医的药用植物。当时南宁繁华的商业街，照片的拍摄时间已经是12月，可以看出当时的气温真的四季如春。在南宁租房子居住的两个年轻人，当年标准的文青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陈列的巨大铜鼓，这也是广西引以为傲的特色文物。在当时全国出土了1400个铜鼓，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就收藏了600个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